这有男性圈友啊，就经常问我说：“铁哥啊，你说这结婚这么多年了，想要小孩儿，一直没怀上。”随着对各种不育相关疾病的深入研究，精索静脉曲张这种疾病对男性生育的影响越来越得到重视。为什么到青少年，就是10到18岁这时候，一下子发病率就上来了呢？精索静脉曲张多在体检时被发现，大多数青少年精索静脉曲张没有明显的自觉症状。这个精索静脉是不是它只要曲张了，我们就得小心，就得警惕了？2度、3度精索静脉曲张可以导致70%的患者睾丸出现体积减小。本期健康朋友圈邀请北部战区总医院罗晓东主任带您关爱男性健康，了解难言之隐。养生路上不彷徨，朋友圈里找秘方。大家好，我是您健康路上的好朋友铁峰。各位圈友们啊，我可想死你们了，我好久都没看到咱们这个陪诊团的大美女小鱼了。哎呀，铁峰哥一来就开始抒上情了。哎呀，铁峰哥，我也老想你了，这许久不见，今天又给我们圈友送上哪些健康福利呀？哎呀，是这样的，我这不在呀，你们没少关爱这女性健康吧？嗯，没错，是不是？那今天咱就替广大男性圈友们，哎，送点福音。1年1度男性健康关爱日，哎，给咱们的男性圈友们解解健康困惑。这有男性圈友啊，就经常问我说：“铁哥啊，你说这结婚这么多年了，想要小孩儿，一直没怀上。”女性方面问题已经排除了，这是不是男性我们这边得查查有啥问题啊？哎呀，铁峰哥，这小鱼啊虽说不太明白哈，但是也能帮助大家伙来问问，没有症状如何发现，这难言之隐究竟是啥？哎，今天这期节目您一定要多关注，我们有请医学专家来帮忙，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儿外科副主任医师罗晓东医生。罗医生您好，欢迎您。主持人好，小鱼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部战区总医院儿外科医生罗晓东。本期特邀嘉宾罗晓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小儿外科副主任医师，辽宁省医学会小儿外科学分会委员。欢迎您罗老师啊，您呐赶紧给我们圈友讲一讲这个导致男性出现不育的原因，就这个究竟是什么呢？男性不育的原因，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它的原因非常多也非常复杂。随着对各种不育相关疾病的深入研究，精索静脉曲张这种疾病对男性生育的影响越来越得到重视。这是因为无论是成年男性还是青少年，精索静脉曲张的发病率在人群中都是比较高的，严重的精索静脉曲张已经成为男性不育的重要原因之一。您刚才讲的那些原因里啊，确实很复杂，有一些我们都听不懂，可能跟心理因素跟环境因素都有关系。这个要说这个静脉曲张，我相信很多圈友都知道，但是你一说精索，大家又都犯迷糊了。精索是什么呀？啊，他这个精索静脉曲张又是怎么回事？他怎么会导致不育呢？精索是一个圆索状结构，它从腹股沟管延伸到睾丸上端，由精索筋毛包咬着睾丸动脉、精索静脉丛、输精管、淋巴管还有神经丛等等这些组织包咬在里边，形成一个树状的结构，这叫精索。精索静脉曲张是指精索蔓状静脉丛因为各种原因导致他静脉内血液回流不畅，或者是血液有逆流，他的静脉回流不畅，甚至有些静脉血逆流导致局部的血管延长扩张淤血，在阴囊内形成血管性糖块，像蚯蚓一样，这就是精索静脉曲张。我理解了，所谓的精索就是一捆子管道，对，有绳子有管子，对不对？一大捆都在一起，其中有一根是血管，还是静脉血管？精索静脉丛。哎，这个精索静脉丛那就是一堆血管了，一堆血管啊。那么这一堆血管它犯毛病了，该流的不流，该胀的不胀。静脉要是曲曲张张，它就会挤压这个管道当中的其他管路。对对，是不是这个意思啊？结果把别的管子也给压坏了，这就是精索静脉曲张。
那算是血管病变吗？对，它是一种血管的疾病。哎，但是你要一说呀，谁谁谁精索啊，怎么怎么样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人都紧张。我这没什么反应啊，他怎么就曲张了？我干什么了呀？我也没干什么呀。不体检根本不知道自己有这病。那您说罗老师，这个病都什么人容易得这病啊？有没有年纪的区分呢？有，经过流行病学的研究表明，精索静脉曲张在男性十岁以下儿童发病率不到1%，发病率是很低的。在10到18岁青少年中，约为14%-20%。哟，这突飞猛进的，这下降这么多。超过10岁进入青春期以后，就是10岁以后快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包括青春期以后，这个，增长还是非常快的。这个青春期的那个精索静脉曲张的患病率已经与成年男性非常相近了。对于我们这么大的人口基数，精索静脉曲张这个患者已经是一个相当规模的人群。罗老师，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到青少年，就是10到18岁这时候，一下子发病率就上来了呢？精索静脉曲张分两种，临床上，一个原发性的，一个是继发性的。其中原发性的精索静脉曲张，现在确切的病因不是十分明确，一般认为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它一个压力高，一个逆流，就是造成精索静脉曲张的这两个最主要的原因。您刚才说的这叫原发性的哈？对。在我们理解啊，但凡叫原发性的，基本上都是找不到原因的，不清楚怎么回事的啊。但是相信早晚有一天能把这事搞清楚啊。这是原发性的，继发性的一般都是有一个具体的事儿了，对吧？对。继发性精索静脉曲张往往都是由于一个什么病导致的。另外我听说呀，说这个人呐特别瘦的，容易得一种病，叫什么胡桃夹综合症。这种人呢，他的左侧精索静脉曲张发病率比较高，有这么一种说法，这是怎么回事？这个继发性的精索静脉曲张常见的原因也是比较多的，首当其冲就是胡桃夹综合症。那为什么一些青少年比较瘦高的青少年容易发生这个疾病呢？就是在这些瘦长体型的青少年中，由于青春期身高增长特别迅速，就相对的造成了腹主动脉和长纤膜上动脉所形成的夹角变小，对这个肾动脉的压迫就加重，所以这样的青少年嘛就容易患上胡桃夹综合症。胡桃夹综合症可以出现血尿、蛋白尿，还可以发生左侧的精索静脉曲张。哎呀，大家得知道一件事儿，这个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体现在哪儿呢？体现在很多方面。你比如说，这人的血管不是像房子一样，说这个水管和下水管离得很远，他们有的时候管和管之间离得很近，而且有很多组织交织缠绕在一起，很复杂的。有的时候所谓的人和人不一样哈，正常这根血管是从这根筋上面走，他就有的人他就从下边走，对，有变异，他不一样。有的人这是血管他在这个左边，他就在右边，他是有不同的。而且刚才啊，罗老师提到了为什么有时候左侧发生啊，同样是睾丸给他提供这个血液循环，左侧的血管跟右侧的血管是不对称的，对，他俩不是一同时下去，你这右边是这么下来的，左边可能叫拐个弯，对，左边是直角上去的，右边不是回到肾静脉，是回到那个腔静脉，它是有一个波度的，所以右侧很少发生静脉曲张，所以说左边更容易得这个病。大家一定要知道，人和人之间是有个体差异的，但是精索静脉曲张经常发现于左侧是生理结构决定的。对，有很多精索静脉曲张的患者是体检的时候被医生发现的，当然也有患者自己通过检查也能发现问题。哎，我们想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病有的时候是没有症状的，但它也有非常典型的症状表现。主持人说的对，精索静脉曲张多在体检时被发现，也有患儿自我门疾或家长发现患儿阴囊内有无痛性的蚯蚓状的团块，发现这个疾病的。大多数青少年精索静脉曲张没有明显的自觉症状，而部分精索静脉曲张较重的患儿症状还是比较明显的。它典型的表现就是站立的时候患侧阴囊下垂，有时伴有局部的坠胀疼痛，这个疼痛呢有时还是比较重的，疼痛
有时向同侧的腹股沟、下腹部、腰部及会阴部放射。劳累的时候，或者行走站立过久后，症状加重；休息平卧后，症状可以减轻或者消失。罗老师，因为呢到您门诊来看病的基本都是家长带着孩子去，然后很多家长就会担心颈锁静脉曲张是不是不育症啊，所以很多家长就觉得把这个颈锁静脉曲张和不育画上了等号。颈锁静脉曲张和不育症完全是两个概念。我们说颈锁静脉曲张可以导致不育，临床上也可以见到一些有生育年龄的人有颈锁静脉曲张，但是他生育却没有受到影响。那么为什么颈锁静脉曲张会导致不育呢？有一些严重的颈锁静脉曲张，它造成了睾丸的萎缩，生精功能受到损害，导致成年继发性不育。这样呢，虽然不是所有的静脉曲张导致不育，但也应该引起家长很必要的重视。也就是说这个颈锁静脉曲张对生育是有一定影响的，虽然不是必然，对，但是呢，对于青少年来讲，我们依然需要格外的重视。如果电视机前的圈友，您对颈锁静脉曲张存有相关问题需要了解，欢迎大家拨打电话024-2318-6065向我们咨询，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辽视健康朋友会给我们留言，我们会请罗晓东主任为您解答。更多精彩资讯也欢迎您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进行收看。让老慢支告别咳痰喘，让哮喘慢阻肺不再反复发作。健康朋友圈联合燕都呼吸病医院共同打造让爱呼吸公益活动，详情请咨询024-2283-7999。中医传承，匠心悠远，高真堂传承国粹，弘扬中医药文化，创新理念技术，全生命周期诊疗养一体，医疗连锁，对常见病、慢病、疑难病，未病先防，预病防病，以病防错，预后防复，一人一方，辨证施治，造福百姓，助力健康中国梦。大医精诚，良医好药方显效，熬制浩繁医人心。高真堂道地药材秘法炮制，好医好药好高方，提高诊疗效果，为健康保驾护航。听了罗主任的讲解，我们知道颈锁静脉曲张是一种血管病变，也是导致男性不育症最常见的原因之一。而且青春期后颈锁静脉曲张的发病率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且左侧发病率比右侧更高。颈锁静脉曲张没有症状如何发现？手术治疗是否可以根治？精彩内容现在继续。欢迎回来，今天的健康朋友圈节目，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北部战区总医院儿外科副主任医师罗晓东医生，带您认识颈锁静脉曲张这种疾病。我们刚才提到啊，颈锁静脉曲张高发于青少年，严重的时候还会影响到男性的生殖功能，容易造成成年之后的不育。那我们想要问一问罗老师，这个颈锁静脉是不是它只要曲张了，我们就得小心，就得警惕了？如果很轻很轻，是不是可以考虑没问题，不用管？在所有的青少年颈锁静脉曲张中，三度所占的比例是小于25%的，也就小于1/4，就是重度的。重度的，对。有学者统计，2度、3度颈锁静脉曲张可以导致70%的患者睾丸出现体积减小，就是睾丸体积变化。现在认为，当睾丸的体积患侧比健侧体积缩小20%，或者2毫升以上，而且连续随访发现患侧睾丸进行性的发育滞后，就是也就是说它的睾丸体积差距，明显的增大，这种情况建议手术治疗。其他需要手术的治疗还有，双侧可以门结的颈锁静脉曲张，青春期后接近成人的患儿多次查精液质量异常，再有一个颈锁静脉曲张，
引起严重的疼痛不适症状，还有一个巨大的颈锁静脉曲张，导致严重的身心不适，这些都是我们手术的一个指征。一点点的静脉曲张没有导致睾丸的变化，也没有任何不适的反应，是不需要紧张焦虑，也不需要什么处理的。其实这里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得这个病的有的时候是一些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呢可能初次接触这些问题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对，所以说关键呢还是普及知识，还是教育啊。这个罗主任，你一提到手术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都流行做这个微创手术，为什么呢？切口小，恢复快，不耽误工作，是不是？做完几乎马上可以走。尤其是需要做手术的这个患者，刚才我讲的都是青少年啊，这个可能对工作呀、生活呀都挺忙啊，这样的男性是不是这个微创手术能够帮助他们解决很多这样的问题？颈锁静脉曲张手术现在目前方法有方法还是比较多的，有开放性的，有腹腔镜的，还有显微镜的。开放性手术都是我们早期的手术。腹腔镜手术与开放手术相比呢具有明显的优势。优势在哪儿呢？一个是视野比较清晰，再有一个是颈锁血管被放大，结扎更方便，不容易遗漏。另外一个，对双侧的颈锁静脉曲张可以同时手术，不需要另外切口，如果要是开刀手术只能两侧的腹股沟切口来进行手术。另外腹腔镜手术还可以避免腹部切口引起的腹壁血管神经的损伤，伤口比较小，术后恢复比较快，所以这都是当前比较受欢迎的原因。大家看到了哈，关于颈锁静脉曲张的手术治疗确实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事儿，不仅仅是方法成熟，理论也非常成熟。那么电视机前的各位圈友，您要是对颈锁静脉曲张存有相关问题需要解决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电话024-2318-6065向我们咨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辽视健康朋友会给我们留言，我们会请罗晓东主任为您解答这些问题。更多精彩资讯也欢迎您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进行收看。我们再来问问这个小鱼啊，你还有哪些问题想帮圈友进行咨询呢？请问一下罗老师，那做完这样的手术之后恢复的效果如何呢？这个生育能力会不会受到影响呢？手术效果是非常确实的。术后绝大多数的患儿颈锁静脉曲张可以消失或者是明显的减轻。像同时这个颈锁静脉那曲张症状减轻了，对睾丸的损害也会减轻，睾丸的生精功能也会得到逐渐的恢复。以往有可能造成不育的一些原因有可能被减轻或去除，就可以恢复患者的生育能力。其实这里的关键是什么呢？是发现和干预的时间，这个时机要掌握得好，要尽早发现，及早干预。至于手术大家不用担心啊，非常成熟，非常安全。但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个颈锁静脉曲张患者都需要手术啊。刚才我们讲了嘛，有一些轻度的颈锁静脉曲张我们是可以保守治疗的，是不是罗主任？对，不需要手术治疗的轻度的颈锁静脉曲张患儿，保守治疗的方法啊主要是行为干预。行为干预包括抬高阴囊，避免刺激性饮食，限制体力活动等。但由于缺少系统的临床研究，作为行为治疗的目的啊，这效果呀就不是很确实，不是特别准，不是特别准。对，有这些方法。至于药物治疗方面，目前还没有报道。青少年方面，那个颈锁静脉曲张有什么药物治疗，还没有相关的报道。看来这个青少年颈锁静脉曲张，主要还是要靠手术治疗，发现的早，干预的早，这是关键。吃药现在看效果不会很好。让老慢支告别咳痰喘，让哮喘慢阻肺不再反复发作。健康朋友圈联合燕都呼吸病医院共同打造让爱呼吸公益活动，详情请咨询024-2283-7999。哎呀，这挺沉呐，这挺多呀。这个羊肉里面呢蛋白质含量特别高，而且脂肪和胆固醇呢还比较少，特别适合老人呢和孩子吃，而且还特别好消化。你像炖的这么烂乎的哈，你平时家里面小孩回家啃一块，老人啃个两块，我觉得都特别好。冬天和羊肉啊那就是绝配。
采购大测评，这羊蝎子呀还真行，太是那个了。中药精粹，高方精粹，2022北方高方节，弘扬高方文化，传承国粹精神。扶正气，平阴阳，调脏腑，一口高方益两斤。健康朋友圈，名中医云集，五行六节化高方。还有多彩线下活动，邀您品特色高方，听进补妙招。慢病调养，选好高方。2022北方高方节，金秋十月震撼启幕。针对当前安全生产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国务院安委会制定出台了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的15条措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措施突出了5个特点：突出责任落实，突出督查检查，突出治理违法违规行为，突出源头治理，突出严格执法，落实15条措施，护航安全生产。非常感谢罗晓东主任做客健康朋友圈，今天为大家细致讲解了颈锁静脉曲张这种疾病。对于这个病呢，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不要恐慌，早发现早治疗，以免影响生活质量。近年来，随着儿童卫生保健以及生殖健康宣传的大力开展，青少年颈锁静脉曲张这种疾病越来越得到重视，青少年自我检查颈锁静脉曲张的人数还是逐年增多的，家长们也无需过于紧张，可以到医院找专业的医生进行诊治，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感谢罗老师的叮嘱。那么有需要就诊的患者朋友可以提前的预约挂号。罗晓东医生的出诊时间是周三全天，在北部战区总医院和平院区小儿外科出诊。那么有就诊需要的患者呢，请提前的预约挂号。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来收看。再次感谢罗晓东主任做客健康朋友圈，想健康就到圈里来。明晚20:20